大家好，我是陈小芳，今年83岁，已经做好第三剂 COVID-19 疫苗。拍疫苗进程都爱食好饱、困好饱，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。长辈都有厝的人，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。到拍疫苗所在吼，会有医生甲你评估，假使咱有啥物问题，嘛会用请教医生哦。千万甲避起来，拍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困15分钟以上，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，就用等于出来休困啊。等于出来了后，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，加休困加啉水。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，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点钟的时阵，哦，感觉讲呢喘气喘袂离，会晕会狂，心花头跑不出来，啊，佮有全身的起疹毛，咱来赶紧叫厝的人，带来叫医生看啦。我是陈小芳，请你跟我同款，手份比起来来去注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端午故事很精彩，就像每一位老人每一段无比精彩的故事。因为失智，故事停止；因为失能，故事让人惋惜。故事的戏不再出现除了自己的角色，你的加入让你的故事成为他们的故事。陪我笑，伴我老，华山基金会。